后圣灵有自己的树枝，我们的树枝，我们的学校，我们专属的魔法，不是谁都能当动物圣灵。来，让我好好向你说明，让我针对这棵圣灵树跟你说明，我是少数无所不知的动物圣灵，我负责守护人类世界在所不惜，不管男孩女孩乖乖听话做你自己，我和伙伴在圣灵学校里学习，大家互相交流各种课程，不要调皮，一旦毕业就可以获得魔法纹身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们。或许你看不到，或许你听不到，如果你有烦恼，我能帮你解套，你值得等待，只有信念常在，因为我的存在为不和你期待。你看他们正在帮其他人类，哦，功课不会写，怕高的地方，掉进有蛇的洞，哦，所以当你难过，我设个 SLS 魔法纹身会带领我们进你家门，我们日夜守候，不让光明坠落，学习机会它永远无所不在，不需要再等待。哇呼，天文学问题解决，第一次爬梯子他还活着，把我累坏了。我许你看不到，我许你听不到，如果你有烦恼，我能帮你解套，你值得等待，只要信念常在，因为我的存在会符合你期待，我都会在，我都会在。有问题吗？只有一个，我们应该要找麦提欧吧。我们是在找麦提欧的动物圣灵住在这，而动物圣灵永远知道他们要帮助的人类在哪里。